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来了。今天老公给炖了红烧肉、香青拌豆腐，还有鸭腿。开始，先吃个肉。进来的给个双击给关注啊，谢谢。嗯。好香，嗯，再来块肉，嗯。真好吃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嗯，你的厨艺越来越好了。什么口味的？谢谢，多吃点。谢谢。鸭腿好吃。嗯。你说。我再吃。嗯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嗯，可香了。嗯，还有一块。